好，来，我们这一边 y varies inversely as x cube， 所以 y 打它100x cube， 然后 y 等于4的时候 ，x 等于二分之一，所以我就 y 等于 cube 那个 x cube， 然后我的那个 y 等于116的时候，我的那个 cube x cube， 然后我没有 ，sorry， 在这一边，我的这个 y 是等于4的时候。那个 x 会是等于二分之一 y 等于四的时候，然后 k 和二分之一的 cube， 所以我的 k 等于四乘以二分之一的 cube， 所以我拿到的是二分之一，这个是180了，所以其实是四乘以180。OK， 然后我就有二分之一，然后我的 y 呢就会变成二分之一 per x cube。然后它会变成1/2x³，所以 y 等于1/2x³。So 它的 y 等于116的时候，y 等于116的时候，我的116等于1/2x³，所以我的 2x³会是等于16，然后 x³ 会是等于8，然后8其实是2^3。OK，所以我的 x 会是等于2，所以我的答案是2。好，来，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一题。他说 P varies inversely at the square of Q， 所以 P 打叉一百 Q square， 所、so、以 P 等于 K 百 Q square， 然后 P 等于2的时候 ，Q 等于4，所以 K 百4 square， 所以我的 K 等于2乘4 square， 16乘2 32，所以我的 P 等于32百 Q square， 然后我的 Q 等于9的时候。我的那个 P 会是等于32除9 square， 然后32除81，所以答案是 A。然后下面这一题他说 M vary inversely with N， 所以它就是 M 打叉一百 N， 然后 M 等于 K 百 N， 然后 M 等于20的时候 N 等于 2， 所以20等于 K 百 2，K 等于20乘2等于40，然后我的 m 就会变成40除以 n， 然后 m 等于5的时候，我的 n 会是等于多少？所以我的那个5等于40除以 n，n 等于40除以5，报40，所以 n 等于8，D。